整个台湾就是在为食品安全在烦恼，在伤脑筋啊。那而且我们也担心说，整个食品在制造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对整个环境生态也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新北市政府特别为我们新北市专属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喝的让你能够安全又安心新北好茶这一个品牌。那新北好茶这个品牌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它就是说整合了我们新北市各种优良的茶品，这里面就包括说我们平林文山包种茶，包括我们三峡碧螺春蜜香红茶，包括我们的石碇东方美龄茶，也包括我们的石门铁观音，也包括我们的林口龙寿茶等等，这些优良的茶品我通通涵盖在里面。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它是在地生产，也就是它是架杠的在新北市生产在地生产的好茶，所以它没有任何冲天其他的茶品。第三个就是说它的制茶技术是全台湾第一，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新北市已经连续四年在全国部分花校茶制茶竞赛里面，我们连续四年获得冠军第一名，这是这些年轻人创造的奇迹，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好茶。第四个特色就是说我们新北市的好茶就是会让你喝得安心又安全，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真功夫那一种茶叶农药的侦查的一个机制，所以新北市的茶叶的农药侦查的频率是全国第一，所以这个也是要确保说你来饮用新北好茶这些消费者的朋友，你喝了绝对会让你觉得安全又安心，绝对没有问题。那我们新北市总共种茶的面积有744公顷，每年生产的茶叶量清茶差别就对了，有326公吨啊，做成茶以后每年有32.6公吨，那32.6公吨有2公吨是输往我们的欧洲、欧美或是大陆，那这里面大概有69%都是生产在平民。那所以现在正是我们新北好茶品茶的好季节，就是冬茶品茗的好季节，同时也是我们新北市平民那个风光正好的季节。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呼吁，不管是新北市全台湾的这些乡亲好朋友，你在12月6号的周六周日，欢迎你全家大小妻小携幼到我们平林来品茶我们新北好茶。所以我们新北好茶这个品牌就是确保说你喝了又安心又安全，那最主要就是说它有全国茶叶检验农药最高频率，而且它是在地生产没有混冲品，而且更重要它的制茶技术是全台湾第一，另外它也把所有新北市所有优良的茶品通通整合在一起，所以新北好茶是个好品牌。那今年好像是有一些活动比较期待的，对，今年有很多活动，当然包括说我们有很多 DIY 可以亲子的，那我们也有很多品茗的活动，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你也可以到这个山明水秀山海水的品茗充满了茶香的地方可以做一些热活，所以我们鼓励从12月6号开始的礼拜六礼拜天，欢迎全家大小大家扶老携幼一起到我们品茗来品茶来品。我因为小时候我在这种茶，那所以想说因为对茶也是有兴趣的，所以才会在继续就是想说做茶应该会比较好。做茶辛苦吗？最辛苦的是蛮辛苦的，做茶是有时候炒茶的时候都是不能睡觉，然后就是会蛮累的，就是这样。爸爸有茶王之称，这个名号对你来讲会压力大。从他得到那个名号，我压力就很大。那所以就不懂就问他，不懂就问他。那所以慢慢的累积啊，有时候在外面就是一些茶友啊，他有认识的时候问人家一些问题，他不会的就问他，然后学一些比较好一些的一些技巧或者什么，他有时候人的经验这样。所以是跟我们拜
办这样的一个性别考察，对你们家人来讲是什么帮助？会比较多人觉得我们的茶叶有什么好？那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关键技术，或者是变成其实炒茶就是全部过程都要很努力、很细心的，对。它、最重要还是就是杀青那时候，因为它发酵一种程度的时候，那个味道很好的时候就要去进入杀青，然后炒出来味道就很香。那好，然后它烘焙完就会喝起来就会很香。